大家好，我是 Fragrance 嘅十年嘅 customer。Hello， 我是 Lenny， 我是这里的十年顾客。Hi， 你哋好，我是 Henry， 所以讲系喺呢个 Fragrance Hair Salon 已经系十年嘅客仔咗啦。哇，大大我前前后十年啦，但有几多个十年咧？点解我咁坚持、咁中意嚟 Fragrance 咧？因为咧嚟到呢度咧有一种屋企嘅感覺，尤其是係我個仔啊，由麥古德翠拉斯搬到去 Equine Park 啊，都要求我一定要帶起嚟呢度嚟剪頭髮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唔中意出邊個環境啦。你點忙都好，我每個月點忙都好，我都帶起過嚟北京約時間嚟幫佢剪頭髮。同埋一樣嘢我要分享嘅咧，就係咧，喺我未短髮嘅時候，我長頭髮，個 CCTV 接落嚟。影落嚟，影到我中間線嘅頭髮，睇到好似馬車路一條線咁咯，我慘啦，甩頭髮開始嚟啦，咁我點算好咧？我出面揾其他啲大公司，洗費咗好多錢，都係唔得。我點樣戒口又係唔得，咁我直接到我嚟到 Fragrance， 直到呢、這個呢度嘅理髮師咧，佢就介紹呢度嘅呢個hair treatment俾我。他們解釋得很詳細和很有耐性的介紹他的頭髮什麼情況，用他們的產品跟著他們的步驟簽他們的hair treatment，要好聽話配合我頭髮散發出來了，真的很開心。是因為我的卡拉 OK 在隔壁，然後每次去那邊打掃了要洗頭就跑過去了，就支持到現在。我由旧店来到新店，然后环境这里很舒服，然后员工呢也对我们服务很好。喺度剪咗十年嘅头发，系出边系根本冇人剪得到嘅。都我有试过出边几间剪啊，依家都我俾相佢睇，帮佢慢慢解释我点样剪，点样剪，到最后我剪到嘅出嚟嘅 result 系唔系我爱嘅嘢，我唔可以连连换发型，我都有试过想换发型，但到最尾。都是我嚟翻Fragrance 俾阿 Ray 剪，成十年嚟呢度剪，我根本都唔需要幫阿 Ray 講我點樣剪啊，俾大家解釋。因為我一坐低，我哋傾偈啊，眨下眼就剪好咗我愛嘅髮型係直頭 perfect。多謝阿 Ray 呢度嘅團隊同埋 Fragrance， 係啦，我哋講到呢度啦。多謝，都希望可以再睇，可以俾個 extra， 再有咩 service，and then 再 expand， 再做越做越大，都希望你哋生意興隆。嗯，我希望你們咯可以一間接一間，然後也祝你們身體健康，生意興隆，財源滾滾。